我是胡忠恒神父，天主会礼嘅。今日呢度系庙街108七号，我哋今日5月1号开始有摊位，摊位嘅目的系俾几位有啲露宿者有工作。呢个摊位请3个以前冇地方住嘅人返工，今日都有几个教友帮手。 今日都有好多其他朋友教友捐嘢俾我哋，好多谢大家。我哋喺呢度附近都做有啲房俾冇地方住嘅人住，而家系附近有埋地平安大厦，我哋有10间房，俾21个露宿者住。多谢咁多教友朋友支持我哋，帮我哋服务呢啲工人。 咁好嘅，今日係老冬節，我哋俾幾位3個人今日返工，感謝主降福呢個活動。聖母瑪利亞保護大家，幫我哋藉着呢個活動都慢慢介紹有啲朋友，尤其是大陸嘅朋友認識佢嘅仔耶穌，好唔好？一齊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善信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。 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，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